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run，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。那当你的坐标有改变的时候，就会触发 run。那如果坐标改变，那要怎么办？就要把标记怎么样移到你指定的位置上面。那我要怎么样把标记移到指定的位置上面去呢？实际上就要靠什么？前面有用过嘛 ？Map controller 点什么呢 ？Animate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？移动到哪个位置上？可是移动到哪个位置上的话呢？我必须要取得什么？我现在的位置。那我现在的位置呢？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呢 ？My 这个 location overlay 里面有个方法叫 get my location。实际上呢，取得我现在坐标的就是这个方法。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它了。那取得之后的话呢，里面哈、就会有一个我的坐标和一个坐标。而且它传回来的应该也是一个 GO point 了，也是一个 GO point。 那取得之后的话呢，就可以给这个 map controller 去移到那个位置上面去。那并且怎么样呢，我如果说呢要在上面打一个标记的话，那必须在这边 overlay 点 add， 然后呢把这个 location overlay 呢再加上去，就会在上面加上一个标记。 OK， 那其他的话呢，底下有一个 resume 跟那个 pause，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加这两行哦，其实当然你程式也可以 run 了，只是说呢，如果你没有加 resume able my location， 然后呢 pause 就是当你程式跳开的时候呢，你要做什么呢？ disable my location 这个地方的话，主要就是因为 GPS 非常的耗电，如果随时有没有你都 able 的话，那你的手机很快电就被吃光光，你会发现。如果你在侦测位置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手机上方应该会有一个卫星的那个小图示出来，那如果你 able 的话它就会出现，那如果 disable 就消失。那假如说你这个 app 忽略掉那个细节跳开了，结果你没有把它 disable， 那你的 user 就会一直 GPS 一直开启一直开启一直开启，然后他的手机就很快就没电了，那他很快就会想要把你的这个 app 给移除掉了，因为你这个实在是吃电吃太凶了 ，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当然你不做程式也不会有 bug， 可是就很吃电而已 ，OK， 好，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是一个简单的那个取得我现在坐标的一个方法。那特别注意哈，当然在那个这个是程式码部分，另外哈。